250块钱一间房间，还是可以。虽然说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哈。
感觉屋头收拾干净，然后倍加烦恼，心情都是美美哒的，好累了。我还是追求那个观念，不管是什么样环境，也不能将就，还是生活尽量能过精致就能过精致。给你那个喷雾，然后房间空气清新一下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